小莫老师，今天去了北京了啊。小莫老师去了北京中央七台，采访，也可能也会带牛牛去中央七台，这表演。那么我的这边呢，就收到了中央一台的邀请了，啊，所以妞妞的是后面呢，往后会经常去央视的，啊，会经常去央视的，啊，所以大家感谢大家一直对妞妞的支持和鼓励，感谢大家对妞妞的支持和鼓励。小莫老师已经去了北京了，啊，今天已经到了中央七台采访了，那么下一次呢，可能就会带妞妞、带博雅。他们去录制节目，那么我呢这边呢也收到了央视一台的邀请了，啊，要请妞妞去录制节目，啊，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啊！来一首《西游记》。好，好，我不见啊。那苗苗就怎样？妞妞先喝，先喝点水先。妞妞也要喝。啊 ，OK。那齐峰，你带他们打《西游记》好不好？不要喝水。啊。我喝咖啡。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啊！对大家一直关注呢啊！妞妞会有很多原创，啊，很多原创歌曲。也希望妞妞带着徒弟师妹一起去，央视。赛马是吧？赛马等一下好不好？好，可以，没问题。行。没问题，你们点歌没问题啊。感谢大家，感谢大家对我们直播间的支持和鼓励以及热闹。因为呢，我们这段时间比较忙，我们要送戏下乡演出，啊，经常都会要，不要去乡下演出，啊，所以说也会很少直播，所以说难得妞妞那么有空直播啊，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把直播间热闹一下啊，热闹起来。准备西游记，西游记，赛马是吧？赛马等一下，西游记跟赛马，先安排西游记吧啊！欢迎我们，哎呀，我们武汉校区的直播间也挺热闹的，对，把星星活跃起来，啊，马老师也要抽时间去武华上课，对，大家进来直播间了，多多支持点赞和红心热闹。新城大哥有网友叫你啊，新城大哥你露露脸，关注私聊啊，来看到新城大哥啊。Hello， 大家好啊。这是香港过来的铁粉，我们的新城大哥啊。看不见，管理大总管，管理间的大总管，直播间的大总管。到那个网友。上了点了赛马，赛马啊，哎呀，你们两个休息一下，他们打赛马。下一首歌你想唱这什么歌？你们休息休息一首歌啊，不能走啊。啊。没什么，没什么，没什么啊！你这么请我，是请你妈在直播间嘞。赛马啊，非常给力啊！刚才后面两个是五华校区的啊，五华校区的一号人物跟二号人物啊。对，上面到星猫图纸的一号人物跟二号人物。对，赛马，点赛马了在不在？拖鞋啊！飘一波啊！对，要上热门了。我去飘。Thank you.
感谢大家。好，看你长到18岁，感谢您来到直播间的支持啊。感谢大家，感谢锦锦，感谢锦锦对你的支持，感谢我们的奇峰的每一位支持奇峰的啊，感谢燕南辉啊，燕南飞啊，哎，对奇峰的支持，感谢，对我们哎呀，福到人间，你好，感谢，明天。